那个是在镇压吸血鬼啦。西门红楼曾是坟场，八卦十字架造型竟是为了。过去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有魂场，有魂场。你有注意到台北市西门町的红楼是什么造型吗？日据时代，这里本来是乱葬岗，埋了台湾人，还有西方人。日本人决定用八卦加十字架镇压挡煞，设计出了现在看到的红楼啦。我也吓了一跳。咒的感觉啊，设计者当时是有隐含着啊祝福的一个意涵在里面。但是学有专精的立委庄瑞雄认为，放在整个红楼上面不是在祝福啦，那个是在镇压吸血鬼啦，那坑你的十字架。唔对，吸血鬼要用啥来抵？你知唔知？要用大蒜，啊哪无大蒜，撒盐巴啦。动新闻，哎，臭到我告北岔嘞！神学不是我的专业了。